即时新闻综合报道。有没有这么恐怖？超市买香蕉还送蜘蛛。英国一名男子至当地超市买了一串香蕉，隔日却惊见袋内有只灰黑色大蜘蛛，吓得他赶紧交给当地动物协会处理，一查发现竟是世界上最毒的致命蜘蛛。综合外媒报道，52岁的男子兰格利 Neil Langley 至英国连锁超市 Asda 购买了一串香蕉，隔日中午却发现袋内有只灰黑色蜘蛛。他原打算将这只蜘蛛装进麦片盒中自行放生，但后来决定交由英国防止虐待动物协会 RSPCA 处理。协会人员赶到后告知兰格利，这是一只巴西流浪蜘蛛 Brazilian Wandering Spider， 并将这只蜘蛛小心抓起送往当地动物园安置。据了解，巴西流浪蜘蛛的毒性是世界最强，毒性足以致命。巴西流浪蜘蛛喜欢躲在香蕉树中，俗称香蕉蜘蛛。兰格利表示，还好自己不怕蜘蛛，他了解这种情况很罕见，明白并不是超市的问题，不会因此不再去超市买香蕉。